那第三个缺点还是颜色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摄影机就是要尽可能的保持跟面板90度的拍摄，所以如果这个是面板，你的摄影机可能稍微倾斜一点点，那你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洋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就是完全几乎是平行的拍摄我们的面板，我们一定要垂直我们的面板拍摄才会有一个准确的颜色啦。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90度的面板的话，那你如果稍微移到左边，那右边那一块就会比较正常，那左边那一块面板就会整个颜色偏掉，所以他们接缝处你就会很明显看到，哇塞，两片面板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颜色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最后怎么解决，但是这就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只把它点出来而已。